讲很短哈。嗯。啊，大概一斤差不多哈。哦，一斤。我讲的。嗯。一行一斤呢。多少一点？差不多了哈。你现在大概就燃得起来哈。嗯。这韭菜的。哎，韭菜。这韭菜哈。嗯。你这样根割掉，它还会长吗？割了。马上就长哦，马上就长哦，你这还他们又不用重新种，还有留还有留根呢、啊、哈。要施肥，你割下去又不全部连根割起来啊？你只是割断一段，割断一段，它就在这里冒起来。嗯嗯嗯，它还有里面还有根，哎。嗯，里面还有根。哦，热到烦了。很热哦，哈。这么热，你笑他，嗯，这都，哎，我买到菜了，我昨天买一个大衣裳的菜。啊，你自己做种菜的还买菜？菜不是菜，我买一张小菜四轮的。哦，可以搭衣裳在上面、哦，上面有一个椅子，要花草做的。你是坐什么车了？可以，这个是高嘛哈、哦，那个小车嘛，四个轮子。哦，人家有一个杆子装衣裳的，哎，当衣裳绑在上面。哦，啊，我们不管了，各自四行多少都是。你看是这样吗？你看这个门，你看，太高了还是太低？太你我看你怎么看？你看进去一点，进去泥土一点。好，进去一点。OK。拿起来，下面就长长的了。哦。这个背的比较好吃，这个杆。要深一点，深一点。哦，镰刀子扭下去，不太深，不太浅。哦。太深没割到它的根。哦。这个还会再刮牙嘛？割完了以后，它又长上来。它长花也、每次都是像割了它又花了过一段时间又长出来的、所以这种哈就是可以了，你看三斤三斤可以了，够了吧？快有了，有了，因为还有八环那里够了，一行一斤了哈，嗯，差不多了，一行一斤多一点了，哎，尽量多能多。多一点，哎，多一点没关系的，哎，就怕等一下不够要。他不够了。那天叫我拔三五斤，我拔了八斤啊，多了几斤。多几斤没关系的，哎。那一颗应该拔完就好了，因为有两。只是人家大开跟你讲嘛，你就大开像这样，多一点没关系。多一点没关系。对他今天那个秋香有今天在包水饺。哦，安尼三斤够不够？包水饺，多。放过来，好，放过来。反正至少我们要有三斤以上这样。深一点。哦，这样差不多。这够了。好，够了。好了，有了。